是你今天一整天能喝的水，请你好好珍惜。去，浇水。不可以放开啊！好好浇啊！浇在外面浇一个半个小时才可以进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成。相信你们今天看影片的标题哦，都懂。今天我要来做一个24小时的挑战。什么是24小时的挑战呢？我们废话不要多说，挑战就是挑战，只是我把挑战放成去24小时。完全不会，我完全不懂。OK。今天如你们标题所见，今天呢，我这个挑战呢是要感受一下坐牢的感觉，因为讲真的，人生可以坐牢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啊，因为你是犯法了过后才坐牢啊。但是我自己又很想去体验，然后我上网去查过，我要体验坐牢的话，在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？然后结果是以前是有的，是在那个旧的监狱那边，那个是给你们去探监的。但是那个监牢已经是关掉了，所以就没有这个东西了。所以呢，今天不用紧，我在我新的studio啦，我发现了一个很秘密的地方。那个很秘密的地方啦，它跟监牢啦是有两样的。因为我那边的构造就是一个空空的空间，厕所在旁边，然后是没有窗口，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一个 store room 来的。store room 里面有厕所的 ，OK。但是如果你们想体验坐牢的话呢，可以来到我的家，我会让那个位置给你们体验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会找 Mickey 来跟我一起配合，怎么配合呢？就是监牢的待遇是怎样的，我就会叫 Mickey， 就是我女朋友，来用回一样的待遇。来对待我这个犯人 ，OK？ 所以事不宜迟 ，Before 我的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，然后记得我做这一个 AirPod Pro 的 giveaway。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的话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G 啊 ，follow 我的 IG， 订阅这个频道，然后点赞这个影片就可以了，然后 PM 给我去 IG 啊，一定要 follow 我的 IG 啊 ，OK？OK，、okay? okay,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传说中的那个监牢是在哪里 ，OK？ 监狱。这个是监狱里面的其中一个构造。不是呢，它在监狱里面是每个上厕所。监狱里面哦，是跟厕所连在一起的。这边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监狱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未来的这段日子呢，我都会在这边度过我的人生。很热哦。真的，监牢是很热的，宝贝。很像监牢，你看这边有个门，你可以拿水给我吗？犯人可以喝水的吗？犯人是没喝水的。犯人不可以喝水的。犯人只能在晚上才能进食。宝贝，我跟你讲东西啊，不懂你有没有看那些偶像电影剧？你要喝水啊？自己走出来喝，这里有，来，有水啊，这里有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OK， 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跟你讲，像那个在坐牢有个规则，就是他每到傍晚的时候呢，会有出来放监牢的一天，就是一个时段，就是你可以在外面走操场的，所以啊，这里不是呢，这里是比较特别的监狱，我没告诉你，那你就进去了，别说话那么多，时间开始 ，Let's go， 我先回去拿一点小小的食物和小小的水。你要很粗鲁的对待我了，就是、你要进去。这个就是我在监牢的一天了，我觉得，虽然这边是比监牢还要好一点，但是我想跟你们讲的东西就是哦，在这边啊是没有那个没有水的，还有没有风扇。犯人，这是你今天一整天能喝的水。请你好好珍惜，宝贝，你亲我。谁是你宝贝？我不是，叫我长官好吗？你可以装满一点吧。这是犯人该有的应得。你可以把外面的灯关掉好吗？啊，不行，谢谢。今天好好珍惜你的水啊！有什么事别叫我。本来我还想跟 Mickey 讲一下，我在里面挑战的规则是不可以带电话的，然后结果他没有什么注意到我，然后电话在我 pocket 啦，所以今天我觉得我是被虐待的啦，因为 Mickey 给我这样子的水量啦，你们看一下。忘了告诉你，那是我的。真的很惨哦，真的很惨，你懂吗？很热哎，没有冷气。我来这边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煎熬的 tour， 你们就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我打算我可以这边睡啊，因为这边比较暗。对，我是对你很好嘞。你对我有记好哦。
我准备视力枕头给你嘞。什么视力？你没有视力枕头啊？你枕的嘞？哇，枕的嘞！等下呢，这边呢就是我吃饭的地方。OK， 这个呢，可以拿泡面给我吗？哦，我尽情交出来，谢谢。哦，在楼上。哦，好，很好。简直就是完美，这个地方。还有，等下有午餐吗？晚餐。晚餐。先拉我三餐呢，这么我一餐不了。有啦。有啊。你跟我讲，你一定要在楼上。Sorry， 不要这样的。骗我啊！我电话才剩赚几八线呢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这是你今天一整天的粮食。你可以不要白吃吗？哇。这开过了，再放了至少两个。没有漏风，可以吃的。这个至少，这个至少放了两个星期耶。这个没有漏风。哎，我给你吃，你就给我吃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是多有人有性格的 ，OK？ 就不要吃了，拜拜。我要投诉你。我是不会向二十厘米投啊，我还有一个。我发现他每次给我的东西都是很恐怖的，然后我啊水哦，都是这样子罢了。不要讲我虐待你啦，对你好一点。一整天的水，两天的水，两天的水啊！我操！OK， 被锁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啊，真的是会很有压迫感。我真的是不敢想象真正坐牢的那种感觉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看一下那个汗，不懂那个相机拍到没有啊？真的是很热。姐姐。觉得我的监狱是有点先进的，不错不错。放起来，放饭时间，哎，不是放饭，要夹夹睡觉啦。出来，出来。做什么？做工时间。做什么工？浇水，我不是去玩了吗？做了坏事，你一定要帮这个监狱做工。做什么？浇水。我们没有中华，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一定要来。难得可以出去，我一定要出啊！哇，外面很凉嘞。等一下，哎，我是犯人，不是狗，OK？ 你是犯人啊！对呀，来跟我走。不可以这样子逼。去，浇水。不可以放开啊！好好叫啊，叫在外面叫一个半个小时才可以进来。你看他很好笑嘞，哈哈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所以允许你坐下来喝水。不是有了休息的吗？没有，我出去回去。姐，我肚子饿了，有饭吃吗？饿啊！是啊。你饿了没？哇！我饿起来了，知道吗？没有吃哦。哇！我不是在准备一下咩？我是一个犯人呢。啊？饿死的。可以啊，继续啊。继续啦。用手吃，没有汤匙。你们看一下他打包什么东西给我吃。去啦，看人可怜。谢谢老板。啊，好溜嘞！哇，拉西罗马嘞！我哇，应该是很好吃，我觉得。是啊，我是坐了一天牢。跟你们讲，肚子饿的时候啊，吃什么东西都是很好吃的。OK， 我先吃东西先，等下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情况会怎样。我们等下见。OK， 大家，现在我吃饱了啦，
有点想睡觉，我现在先试下睡先。如果等到半夜的话，我睡不着的话，我应该会放弃挑战，因为这边真的是太热了，我真的睡不下去了，而且也是一天没有冲凉哎。我是昨天的下午，我昨天七点八点的冲凉，到现在已经有24小时没有冲凉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懂啊，我尽量完成啊。如果半夜我真的是被热醒啊，还是怎样的话啦，我应该会放弃这个挑战，因为真的很辛苦啊，讲真的。我先休息一下啦，看能睡就睡哦。我的 battery 剩12%， OK。现在哦，已经是早上了，然后你看已经是天亮了。可是哦，我这么大声没有叫我，因为通常他拍影片哦，他顶不顺他都会叫我的。可是他竟然可以睡到早上。